大家好，我是 Tony。 我们今天来到苗栗县造桥乡，要来造访口山步道。口山步道又称口山古道，有南北两个步道路口。南边的路口就在造桥国中旁边的水尾国宫。福德祠啊，这是庙中庙的形式，里面有一间古老的石器小土地公庙。庙前这边有一块古碑，造桥老庄啊，这信众捐款建庙的石碑。好，我们现在走往口山步道的路口。口山步道路口就在前面不到20公尺处登山口到了。这是我们现在的位置，造桥国中旁。我们待会会一路往上走，经过周深桥到观景平台，然后走到这个岔路口的时候先登顶造桥口山，然后再从这边下山到清明伯公庙。这个水尾伯公庙应该是写错了，水尾伯公庙应该是在造桥国中这里。然后回程我们就走平仁路，经过造桥火车站参观一下日式宿舍群，然后再回到造桥国中。旁边出现右岔路，上去看一下。这边有一块基石，造桥老庄山，立府都志第28号。继续往前走，这条山径是早期造桥农民上山拓垦的农路。前面有岔路，两边相通，都通往前面的观景台。走右边比较快。观景平台拆了。现在是渐渐的下坡路，周深桥到了。我们过桥继续往前走。口山步道是造桥乡造桥社区守望相助巡守队社造小组花了一年的时间，利用假日自备工具，将这条旧的古道整理完毕。这社区的力量重建家乡的古道。家乡的古道终究是要靠自己的力量来维护，如果靠政府，那你只能永远的等预算。有预算古道就变好，没预算古道就渐渐荒芜。所以自己的家乡古道自己救，这才是可长可久的做法。又爬上一座小丘了。观景台到了。9年没来，树木都长高了。
哦，小朋友，厉害。沿途大概要爬过三四座小丘，啊，不过小丘的海拔高度都只有六七十公尺而已，啊，所以走来非常的轻松自在。哦，这边有座椅。啊，这边有右岔路，我们继续往上爬，爬往造桥口山，这边位于口山步道 1.3K 处。啊，前面就是造桥口山，这里又称望乡平台。造桥口山土地调查局图耕点，海拔68公尺。如果带小朋友来的话，要非常的小心。啊，这边断崖完全没有任何的警告标示跟栏杆。后续的步道通往山脚下的砾池。我们就在这边折返，走刚刚那一条岔路。我们回到 1.3K 的岔路口，现在取左行，走往庄北伯公、清明福德祠。哦，庄北伯公庙到了。清明福德祠，庄北伯公的对面是苗栗县消防局第二救灾救护大队造桥分队。我们现在沿着马路走往造桥火车站。造桥瓦窑坪，昔日的砖厂。造桥火车站到了，百年驿站。造桥车站兴建完工于昭和十年5月16日，是台湾地区第一座混凝土平顶车站建筑。车站旁边有三栋日式宿舍，驿长宿舍，建造于昭和13年。注意宿舍第一官舍，从铁路宿舍的规模就可以想见当年造桥车站曾经有过的光辉岁月。啊，这边还有废弃的水塔。
古井。啊，这栋是废弃没有整修的日式宿舍。我们继续沿着铁道旁边的步道往前走，啊，就不走外面的马路了。好，去看一下农村社区小铺。好，前面就是造桥国中，我们就走马路回去。我们现在回到造桥国中了，今天这样走一圈口山步道，大约差不多就两个小时左右，含休息跟拍片，这条步道非常的优质哦，所以推荐给大家，唯一要注意的是，如果带小朋友的话，登顶造桥口山的时候要注意一下旁边的悬崖，因为没有任何的防护措施跟警告标示。那来这边旅游，除了爬山，也可以顺便造访造桥百年驿站。今天的口山步道之旅就到这边结束，谢谢收看，我们下次见，拜拜。